好，吃完早午餐了，然后喝完鲜奶茶，回到民宿捞完晒，然后冲个澡整理整理。虽然这样讲，但是一走出来就马上喷汗。最后一天，我就带大家来个环岛，直接去个环岛。好，我们出发。这也很值得给4.5颗星。潜完水呢，看完夕阳就直接来到这个人生海海火锅吃到饱。潜完水就是可以大吃特吃。我们看看小琉球的这一项吃到饱的火锅长什么样子，走。Perfect guy. I can't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But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make it up for life. So if you want.早安，第三天，在小琉球最后一天，今天就来个吃喝的行程，然后环岛一圈看看，看有什么东西。第一站，小琉球脆皮蛋饼，一直很想吃的，但是特殊的公休了。下一位，上一间没开，所以我就找到这一间惠林早餐店，是有啤酒吧的早餐店哦。想说因为它在附近，所以它的蛋饼搞不好一样好吃，就来试试看。Forget to fly. But now I think that we're ready to finally leave the nest. We take a little leap of faith and I will do the rest.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home, I will be cooking Sunday breakfast.早餐吃饱了，讲一下刚刚那个惠林早午餐，想说会不会开在小琉球脆皮蛋饼店的附近的早餐的脆皮蛋饼也不错呢。意外的发现，因为我刚好点了鬼头刀汉堡跟黄金海带芽脆皮蛋饼，殊不知鬼头刀的汉堡大赢，因为它是用古早味的汉堡面包，加上它的鬼头刀其实炸得还不错，酱很特殊，是粉红色甜甜那种酱，洋葱也给的很大又很粗，又够味又甜。如果要去刚那间的话，可以点它的鬼头刀来试试看。那最后当然就是要来一个鲜奶茶，早餐一定要绕晒一下。对，好，吃完早午餐了，然后喝完鲜奶茶，回到民宿绕完晒，然后冲个澡整理整理。虽然这样讲，但是一走出来就马上喷汗。最后一天，我就带大家来个环岛，直接去个环岛。好，出发。这边就是很有名的五鬼洞观光景点，但是我就先不进去了 ，OK。各位同学，这边就是落日亭啦、啊，夕阳的观看之处。但是我觉得还是昨天教练带我去的丹佛渔港的屋顶看日出比较猛。到了观音石，这个是观音石。谷歌上面写说，因为它是很像面海的观音，所以它就是命名为观音石。可是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小小的路中间去拍背海的风景照，很漂亮这样子。观音石再过来呢，这个是老鼠岩，然后老鼠岩过来没几步，这个有一个蟾蜍岩。OK， 好，天气很热，蟾蜍岩过来没多久有一间冰品店，海藻冰，感觉就是一个面海的冰品店。点了一个爷爷找奶奶，椰奶的概念，我想他说要搅拌喝喝。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就是一个清凉休息的好地方。好，现在是5月18号，即将要中
要一直刷新，一直买，看看我在小琉球的人品够不够好。好紧张，再转了，会成功吗 ？OK， 卖完，没有抢到。好的，我们到了旭日亭，这个就是看日出的地方。来看日出，可以来这里。谢谢。旭日亭在这边，然后走过来有个箭头，这边应该就是王美老木的地方，走走看是不是。确定耶，好，决定不下去了。葱肉饼加蛋就好了。到花瓶岩了，来看着花瓶岩吃大好吃葱肉饼。这个呢是据说，也不是据说，就是实在的评论。Google 评论4.5颗星，200多个评论的小人气小吃，吃吃看。它长这个样子，很好吃耶，很值得给4.5颗星。它直接是皮薄，然后馅满的，葱味也超够的，然后辣椒很香，然后胡椒粉也加超多。哦，好值得哦，可以，这小吃可以，而且很 juicy。还有肉汁在，你给我给过。重如卡斯达，一个卡斯达。对对对，来品尝看看，听说是小琉球很好吃的鲷鱼烧，福禄寿喜鲷鱼烧。我点的是重如卡斯达，它鲷的还蛮完整的。它的脆很奇妙，感觉是夹心脆，就是它外面脆，然后里面也脆，然后但是中间有点弹 Q 软软的。有没有卡斯卡这些？嗯，馅料就是正常发挥，就是好吃。觉得它强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皮。下午茶除了红豆饼之外的首选。环岛回来了，准备去搭船回家。从小琉球回来，唯一指定景点东港吃海鲜，然后就随便挑一间阿进斯，经过一定要吃它的生鱼片，不管从哪里，如果经过东港的必定行程。它的生鱼片就是100块，然后有8片，自由搭配鲑鱼，好爽，鲑鱼，好爽。然后我还点了金针牛奶贝，哒啦，这个200块，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就是肉质很饱满，但是如果说它有没有吸饱汁，好像没有，那个海味没有到很多，但是就还可以正常发挥。好了，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系列小琉球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小铃铛。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哦好值得看的一个影片，资讯栏下面有，超级感谢，可以用那个支持一下。最后，如果想要体验潜水，然后不知道从何开始的人，就可以去找慢呆潜水。如果找他们的话，可以像我一样，就是第一次潜水体验的回忆可以这么的完美美好，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真的很满意这次的小琉球行，也是暌违了大概6-7年之后再踏上这块土地，很多的感触，还有很多的新奇的事情都在这几天发生，我觉得还蛮满意的，然后也很满足，然后希望可以赶快再回来，再去自由潜水，然后看海龟。好，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I'm thinking about